有啊，那我觉得那塞子，有神经啊。哦，对。换奶会很辛苦。不会啊，嘴巴 OK 啊。就只听它呼吸的时候，哼哼哼的声音。对。因为他们baby这个时候啊，它的鼻子的那个空间也比较小。哦。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那个。它的声音。啊，它就会有声音了。假如没有。啊，很香。 所以你有什么的啦？好，OK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这是你的嘞。哈哈哈。